微采访小安，今天录完一整天，感想怎么样呀？我觉得蛮好玩的，但我还是有点紧张，可能跟大家还是不熟。我觉得熟一点就会很好玩。那你觉得哪一位让你最刮目相看，跟想象中最不一样？那你对自己的期许会是什么呢？自己期许，希望我之后节目上面可以话多一点，对，多讲一点话。好， okay, okay. 你自己觉得嘞 ？OK 啊，我也尴尬，但是 OK， 这我觉得会越来越好。那你觉得哪一位让你最刮目相看？就跟你原本想象中最尴尬的，但或是最怎么样的，最刮目相看的？让我刮目相看。对，先不管，就是小安，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因为他开路了，还是很害羞。哇，他真的是害羞，不是真，不是假，是真的害羞。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熟，就会他也会开放，就活泼啊。对自己的期待，我希望好好可以好好发挥我在国关啊，我在别的节目上学到的主持功力。谢谢你，思成，今天录完感想怎么样啊？还默契还没有那么好，但是还蛮好玩的。有觉得跟大家比较熟悉吗？有觉得比较熟悉。有觉得对谁最刮目相看？丰田。怎么说？因为你原本觉得他有点……我原本因为他平常在私底下比较不讲话，但是我觉得他上工以后，他就是直接到那个状态。那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？我对自己的期待嘛，其实主持这一块我自己在摸索，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跟他一样。好，小安怎么样反转？就应该是需要有人点起他心中的那把火。你觉得你是那个人吗？我觉得如果粉丝人数订阅人数有达到一个门槛的话，我们可以啾啾给大家看。我有偷偷来跟他协商啦，大家想看吗？那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？越玩越疯越开心。好，谢谢。